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上一段就是阿龙来捕获巡台的时候扫扫出的画面，因为真的是当下手边都没有用机器哈，所以刚好摄影机有拍到，那我们就直接截取画面给大家看。然后阿龙发现其实维尼上面的盒子哈，其实它没有封好，感觉有一个缝隙，然后直接这样甩的时候刚好去卡到它上面那个，然后它本来要丢的时候是往右上角丢，可是它还是就是卡在挡板上面，然后维尼就这样子20块出货了。然后先把维尼挖出来，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更扯的还在后面，让我们先把维尼拿出来之后，然后继续打给大家看。然后这里挖稍微就是时间稍微稍等一下，因为它下面有一个那个铁，就是防止人家踢电眼的关系，所以它有稍微设置一下，稍微捞一下。好了，那拿出来之后，那我们先把维尼放旁边，那等一下的话就是准备再打里面那盒 QP 这样子。然后这里我本来是想要一个推倒爪，然后结果顶下去，结果爪子没有收开爪，然后结果去吸到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出货了，有点吓到，谢谢老板啦。他一个不小心出了一盒，试试看，直上直下抄，因为他这一盒倒下来感觉不会。没有倒。他现在没倒哎。对啊，他卡住了。你把它夹过来。然后再把这一盒抓过来，它倒了，保证位置，停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开始。我先把这盒史努比抓来，它前面把它挡住，才不会有那么多缝。哇，它是一次可以。加两个，对啊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我那个缝隙已经有点稍微卡住了，所以我们就试试看。因为它上面的那个电话线绑那个样子，所以它转转转的怪怪的。不算，这个位置很好，但是我还是要交。准备一个东西来挡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盒能不能把它抓过来一点。我还是搞不太清楚它的专抓轨迹耶，应该是不会再转了。我们拧前面看看它会不会。有这么重的吗？那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拼这一盒。香肠入不了爪进去，你打手段看看，因为它马蹄甩起来很快，先收好了，收前面。哇，这个真的是18D 的。像刚刚那个瞬间，他如果抽起来的话，真的就直接出了。我怎么没抓？哟，他刚往外丢了，你看到吗？我这不把史努比夹下来吗？先夹一轮。被挡。好了，我们把史努比夹下来啊。求五的。而我觉得史努比入不了爪进去啊。直上直下把土木笔先拉出来啊！可是它会转爪，我本来是要扣进去它的脖子，可是它就转爪。
再试试看传导。走。对呀、啊，他好像也只能就是顿甩继续把它捏出来看看。快了，拉到了。然后再抓，看他能不能就是直接来这边打去。可是他的收爪有一点点算延迟。下线长度吗？没有，他下就是拍速会有点慢。我们左右甩看看好。哦，打住了。好，打住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个锁鸣曲。因为他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会有点怎么讲？太高了。太高了，所以我们用直接。看能不能一爪前两爪后的那个位置来抽。好，这个位置的话，这样子我们就甩得到了，就可以用捏的方式把它捏起来。嗯，放掉。它好像有点重，就是两爪捏的时候，爪力会不太够。好像有点不太够。我们把它伸到底再捏出来好了。因为都是捏薄的方式，他的那个甩波，因为刚刚觉得这样子起来，他有可能直接就出货了。他要想办法拉起来才要换装。这里就是要拉那个大腿。结果他跑到前面去，有够可惜的。他如果直接从那边出来就好了，那我们直接抓。直接直上直下把它全包，看看它起来会怎么样。可是它现在就是，它的转爪会有点怪怪的，而且我再加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卡住。不能转那个方向都不行。对呀、啊，它要刚好就是两爪扣住这边。不行，它再转过去。对啊，它固定会转过去那边。你要旋转啊。这有点麻烦。因为刚刚这边又没转啊，很奇怪。往后方向，找到了。哎呦！那我们这边用那个前推的，直接抽起来。它如果有浮起来，我们就出了，直接抽好了。后退一点。有卡住，它还卡动了。卡住，咋办？可是这边的话，已经算是我们出的范围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动手把它。好了，那测试的结果，那只女帝国也打得出来，还蛮不错的。这一间就刚好在家里楼下而已，那我补了三盒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因为它本来会卡洞，可是我还是想办法把它弄出来，因为。我不想，因为保险还离1500多还很远。那我是阿龙，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，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哦。那我每个礼拜一的话会留言抽奖啊，礼拜日我们就开奖了。那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